当 GT 模型十周年修正版本的坦克神天龙子龙它来了，效果究竟如何？接下来先上三百六十度展示，再上拼装过程。来到节目的桌面，现在正在为大家进行组装的就是 GT 模型修正版本的十周年配色版本的神天龙座子龙。素体啊是塑料素体，各个关节相对来说都比较松软，但是刚刚好可以衬托起神衣的重量，这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大腿、膝盖、小腿啊，没有膝盖甲，小腿还有金属脚的组装都非常好。然后迎来了我们第一个改进的点，上臂没有问题，下臂甲这里呢，由于它做大了一点，可以旋转了，所以盾牌在后面，哎，也可以移到侧面来了。这是第一个改进的点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进行组装，下面组装的是副甲，副甲完了就是裙甲了。裙甲也是第二个改进的点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裙甲不再像蓬蓬裙了，然后感觉甲片做的是小一点了，或者说是裙甲的环大一点了都有可能啊。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组装啊，塑料裙甲片还是比较紧实的，中间的这个裙甲片安上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效果整体向上提了提，塑料的这个甲扣露不出来了。下面呢进行胸甲的组装，胸甲这里需要有一点技巧，要不然容易卡在手臂这里。然后我们把胸甲组装好之后，就可以将前胸片组装上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组装的就是肩甲了，整体肩甲的 C 字扣啊处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相对来说比较的紧实，在摆 pose 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。 OK， 那整体身体部分基本就组装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组装大翅膀，翅膀这里要注意一点哦，就是之前有一个发雕，就是散发发雕，基本上是组装不上的，因为它太平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进行展示啊，虽然送到了。然后进行头部的组装，先将后发，然后我们的前脸以及前发组装在一起。然后我这里采用的是一个漫画版本的一个头盔，感觉这一次其实跟我之前的相比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啊，但是感觉应该是稍微的往下一点了，这个面罩看起来匀称多了。 OK， 那以上就是它全部的内容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